在进行表面清洁时，比如汽车清洁，首先要清除污垢。当今现代清洁系统尝试使用添加剂对表面进行保护，其中经常被使用的就是蜡。使用添加剂的想法是为了让清洁过的表面具有疏水性，这样就能让水在滴落的同时带走污垢。但问题是，非水溶性的污垢会继续附着在疏水的表面上，这类污垢几乎无法用水清除，而且在后续清洁中也难以被去除。嘉利达成功研发了一项创新解决方案 Novotech CB800。 在清洁过程中，蛋白质可将污垢完全去除，同时形成一层牢固的水性蛋白膜，无形中保护材料表面。在此之后，用水就可以轻松地去除新产生的污垢。这项 Easy to Clean 专利技术应用效果是如此的显著，以至于只需一场小雨就能让汽车焕然一新。 Novotech CB800 可延长清洁周期，从而节省水资源和劳动力，同时也能够长期保护材料表面。当然，这一概念同时也可应用于其他领域。欢迎您进一步了解 Novotech CB800。